我不打。滚蛋！告诉你，给我老实点，听见没有？走，让他听话，老实点。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，妹妹。我是真喜欢你，不但有几分姿色，还能换钱花。最主要的是，你是苏春草的孩子，我就要苏春草看看，他当年把我送到大牢的后果。我呸！你最好他妈给我老实点。没事，咱把人放了吧啊！犯法的事，咱不干好吗？要不入伙。娘来救你啊！娘，快！今天